个视频我来讲讲向量夹角的计算。平面中你已经学过 cosine 两个向量的夹角就等于向量 A 乘向量 B， 比上向量 A 的模乘向量 B 的模。这个公式在空间中也是一样的。举个例子，已知空间向量 A 和向量 B， 那它俩的夹角是多少度呢？要求它俩的夹角可以先算夹角的 cosine 值。刚才讲过，就等于向量 A 乘向量 B 比上向量 A 的模乘向量 B 的模。先算向量 A 乘向量 B，就是把它俩的坐标一乘一加上零乘负一再加上负一乘零，结果得一。接着向量 A 的模就等于根号下一的平方加零的平方加负一的平方，也就是根号二。向量 B 的模就等于根号下一的平方加负一的平方加零的平方，还是根号二。那这整个式子就等于二分之一。你看 cosine 值等于二分之一，显然夹角就是六十度，搞定。像这样给你向量坐标，要求向量夹角，你只要写出公式，然后用坐标来算就行。刚才是求夹角，反过来题目也会给你夹角，让你求参数值。比如向量 A 等于1兰姆达1，向量 B 等于2负11，它俩夹角的余弦值为六分之一，你能求出兰姆达吗？题目中已经告诉咱们 cos 夹角等于六分之一，而 cos 两个向量的夹角又等于这个。接着把它用坐标来算，向量 A 乘向量 B 就等于1乘2加上兰姆达乘负1加上1乘1，整理一下就得三减兰姆达。接着向量 A 的模就等于根号下一的平方加兰姆达的平方加一的平方，也就是根号下二加兰姆达方。向量 B 的模就等于根号下二的平方加负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，也就是根号六。接下来解这个方程就能求出兰姆达了。先把它两边平方一下，也就是三十六分之一就等于三减兰姆达方比上二加兰姆达方乘六，再把分母上的乘过去。整理一下就得5兰姆达方减36兰姆达加52等于0，容易解得兰姆达等于2或者5分之26，搞定。像这样只要根据公式列出这个等式，然后求出兰姆达就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向量夹角的计算，关键记住 cos 两个向量的夹角就等于两个向量相乘比上它俩的模相乘。怎么样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会了就速速刷题去吧。